是这样的，啊，我说我的视频响了，我还说不打扰，没想到是魏老师给我讲，看太极掌，看懂了吧？虎口要撑圆啊，虎口撑圆，然后呢是这样一个方向，说了你能看清楚，看得清楚啊，是这样一个方啊，嗯，这是太极掌，太极拳，四肢我。弯曲，然后呢，拇指呢扣在食指和中指的上面啊，这是太极拳。再有一个勾手啊，看所有的手并拢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样提起来，这个腕儿一定要顶起来啊，腕儿一定要顶起来，这叫勾手啊，这叫勾手。然后这个脚啊，我们以脚后跟为轴，看。向内，这叫扣脚，啊，向外，这叫撇脚，啊，摆脚，向外摆脚，扣脚，啊，向外摆，啊，我以后你比如说了，我来这么一个撤步，啊，说摆脚，扣脚，啊，扣脚，摆脚，啊，就是这样。这是以脚后跟为轴，如果以前脚掌啊，前脚掌为轴的话，我们这叫什么呢？捏脚，是捏，哎，捏过来，要这样一走了，我们要转过来，捏脚，扣脚，然后上来，后面我还要讲啊，在这个弓步啊，弓步的时候，我们向前行，向后退啊，要保证呢。两腿之间呢，要有15公分的距离啊！我这样迈步上去啊，两腿之间要有15公分的距离。你如果在一条线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底盘不稳啊，要在两腿之间啊，要有15公分的距离。这是我们简单的讲这些啊。如果我这样站啊，这条腿实腿。这条腿是虚腿啊，实腿看向虚腿转换，我们要这样平走啊，松后腿，再这样转换啊，看，哎，松腿，且看膝盖一松，平移过来，蹬后腿啊，再松后腿，再平移过来，这就是虚实转换，也就叫实腿。转虚腿，虚腿转实腿，一定要把这个记住啊！转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一定要看松前腿，蹬后腿，平转，松后腿，向后移。看我就在这样一个平面上走，不是这样起来我再下来，再起来再下去。不是这个啊，虚腿实腿。好，我们就这个先介绍在这儿。以后讲的时候呢，我会那个什么强调这点啊，强调我出步应该咋出，然后呢扣脚、摆脚、捏脚都会给大家说清楚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讲一讲起势啊，起势呢两脚并拢啊，不能是八字步。脚尖向前，啊，两脚并拢，起势前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松筋站立，啊，头正颈直，啊，在这段时间里头呢，我们意念上要想，啊，头放松，肩放松，腰放松，胯放松，红绳放松，啊，摒弃各种意念，啊。那么都放松以后，咋样拧起来了？北会上拧啊，北会上拧，给人写的很有精神啊。这样站好以后，看我们从后面是这样平的，很正，两个手呢放在这个胯旁啊。我们不能这样站，也不能这样爬好，这是第一。那么起势的时候，我们要开步。首先呢，把重心移在右腿，看
重心移在右腿，起左腿，行移，然后落脚。落脚的时候了，脚后跟外迈，啊、哦，向外走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两个脚就是平的啊，两个脚就是平的。好，我们起势，我左一下看，手从这儿慢慢内旋，手背向上。手背向上，手心向下，向上拧，意念的静点在哪里了？在手这儿啊、哦，在手指这儿，手指把个东西这样慢慢拧起来，拧起来，与肩同高，与肩同宽，嗯，看我，起，好，落手的时候怎么样落了？看我的周。啊，感觉我的周这儿有个东西往下坠，看，走走，嗯，再感觉一下啊，起来以后看，周沉，哎，是这样过来的。再看啊，我一只手，看啊，落的时候，周往下坠，感觉到啊，周这儿要往下坠，走走。然后落在胯这儿，啊、哦，落在胯这儿。哎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缓慢放松啊、哦。好，再走，跟我走一次啊，再走，起，落，好，最后放在胯这个地方，看，手指背样这样放。这样放就给人感觉有一点儿咧，很自然放在这儿，手指微微的向内，哎，这样很自然的就这样一放，放在前面你就感觉到有点儿咧，打太极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腋下中空啊，一定是空的，能够放下一个拳头啊，能够放下一个拳头，所以我们这样放啊，不敢把这样做起来。当然也不要这样，很自然啊，不要夹住就行。这是第一啊，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学第二式揽雀尾，我现在给大家做一遍啊。揽雀尾，手在这儿按着了。屈腿上蓬，转腰摆脚，收腿，转身上步，抱，我两个手抱住，转腰扣脚，然后重心平移，蓬靠啊，蓬靠，这叫一个左蓬。紧接着呢，我们还要左一个右蓬，起来上步，这是右蓬，蓬好，展臂，捋，这个捋和我们常写20是40儿的捋不一样，这个是这样平捋45度，然后打手转腰，这叫挤。回来，啊，按，向前按，这叫揽雀尾。揽雀尾呢，太极拳一共有八法，这个揽雀尾里面呢就占了四法，横、捋、挤、按就占了四法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揽雀尾呢，我们要认真学好。我再做一遍，然后冯姐给大家讲啊。看，起势放在这儿，曲腿上蓬，转起抱，转身上步。啊，看我这个手抱，这个手照这个轴，这个手照这个轴。啊，好。转起扣脚，横
然后松胯，松胯，好，起，手起腿起，上步，横，摆手，两手同时旋啊，一个内旋，一个外旋啊。松后腿，后移，转腰捋，这叫一个捋，捋到45度，转身，不打手，照上就行。然后向前，蹬后腿，松前腿，蹬后腿，挤，啊，展臂，移重心。回来，按掌向前横捋挤按啊！我再这样走一遍啊，大家看我的方向在这个方向啊，我让起落，看手捧在这儿，好。下沉上横，摆脚翻手，收腿抱，转身上步。看我两个手，这个手罩在这儿，这个手罩在这儿，抱圆啊，转身上，然后转身扣脚，平移重心，横靠，这叫一个左横啊。这个脚是直的，这个手踩在这个地方，踩，这个呢，棚靠，我一边棚一边还有一个靠的这个劲儿，踩在这儿。好，松胯，松胯，起，把这看，这个手就把这个腿拧起来，上步，棚，展臂。两个手同时旋啊，一个内旋，一个外旋啊，松后腿斜向后移，松后腿后移，我成了一个马步，转腰，再转腰，然后蹬后腿向前捧，打开。移重心后坐，手心相对，两个大拇指呢，在这个肩颈穴这个地方，看到肩颈穴，然后下按到腰的位置，松前腿，蹬后腿向上按掌，按到多高呢？腕儿与肩同高。两手指节的距离呢，是一个头的距离。手要立起来，看我的太极掌啊，是这样。好，我再做一遍啊，做一遍，大家可以慢慢跟着我做啊。看，两脚看好，记住不要八字步，手按在这儿，屈腿上横，这个手呢不能站到这儿不动，随着呢。生气的下沉，它起，看，这样起，转身翻掌，啊、哦，看啊，横，转身翻掌，手心向下，啊、哦，收腿抱，转身上步，含子抱，啊、哦，转身扣脚。然后移重心，横靠这儿，感觉到我要一个靠，横靠，手指向前，这个时候踩在这儿，好，松胯，松胯翻手，把这个手就翻转，好，拧腿，看这个踩的这个手起来，上步按掌，按在这儿。这个捧捧在这儿，松前腿蹬后腿向前捧，这个手呢给人的感觉看，
我在走的时候，慢慢慢慢推着这个手走，但实际上你看一下啊，捧起来以后，注意看我的这个手的距离和身的距离变化了没有？看，蹬后腿先松前腿啊，这样不是绷着了吗？看，松，平移，走，这个时候走了没有？没有走，不是这样子。它是随着身体看，走，手没移动，臂没有移动啊，展臂，把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呢向前舒展，松后腿，先向后移，我们成了马步，然后再这么呢，平移，这叫捋。好，看，捋到45度的时候，转身，没有打上去，这个手呢照着这个腕儿，好，看，照着，然后松前腿，蹬后腿，到位，合上，这是捧，展臂，向后，按掌，向前。那么大家要问这个棚是咋样了？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了，看有些就棚在这儿了，他老是棚不过来。那么根据这个经验了，我们大家看，棚起来的时候，这儿放上一拃多一点。看我这个笔是平的，这个轴不是顶，而是一个圆的啊腕儿。和你衣服的这个地方是正好对齐啊，玩一阵对齐，距离一拃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它具有防的作用啊，外来侵略是防，我把你挡住啊，我还可以把你挤出去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进攻也有防守的这样一个作用。好，我在背面做一下啊，看大家能不能跟着我来做啊。好，屈腿上蓬，转腰摆脚，翻手，收腿抱。我们要这个距离大一点啊，都抱圆。转身上步，再转身扣脚，扣脚啊。平移重心，棚靠下踩，这个手踩在这儿啊，这个手不是这样的，是向前的啊。好，松胯翻手，看，松胯翻手，领上步棚，然后我的身体。是这样平走啊，展臂，松后腿后移，转身，再转，没有搭上去啊，然后向前挤，平展，回来，按掌。向前走，好，大家看到这个以后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做，先做第一个动作，来跟着我做，一，屈腿上蓬，再做一下，好，屈腿蓬。腕儿和你衣服的中线在一条线上，看，不要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。
你二到三个扣子的地方，啊，胸部，这个时候，看到，起，随着下沉，它也这样起来，起，踩在这儿，走，看，起，横，转身，摆脚，看。转身摆脚，收腿抱，抱起来，不敢抱成这么小，仍然是蓬成圆的。抱方向45度，转身上步，再转身扣脚，松这个腿，平移。哎，那么这个肘和这个膝盖了。要上下相对啊，不能你膝盖在这儿了，手刨在这儿啊，一定是相对的，上下相对。这个手按在这个地方啊，看，横看我的肘和膝盖是相对的啊，而且这个手呢，基本上是平的，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，腕儿与肩是同高的。啊，腕儿与肩是同高。好，我们就写作这一点啊。来和我做，一定要练啊，练得越多，你的体会就越大，而且打的了就越舒服。看，横在这儿，好，起，横起，两个腿屈啊，重心在两腿之间啊。看，平转反手，现在手心向内。啊，手心向内，转，抱，再转身上步，扣脚，横，松，把这个手看，手把腿拎起来，上步按掌，这个是按，这个仍然还是疼啊，松前腿，蹬后腿。向前看，这个手慢慢就碰在这儿，顶在腕这儿，啊，顶在腕这儿，展臂啊，你看我这个肘在这儿，肘不动，翻手转，哎，肘不动，伸臂就行了啊，好，走，翻手，看两个手翻啊。松后腿，斜后移，转身看，转腰平捋，捋的时候这个手走得快一点，平捋45度下来，转身，蹬后腿，看，后腿蹬到位，后腿蹬直的时候，这个手就搭上去了，腰在这儿看，走。横上去啊，然后看手心向下向前展臂啊，后坐松后腿，后坐的时候手心慢慢的向对啊，到这儿，大拇指在你的这个肩窝的地方啊，下沉，然后向前走。我们今天讲了这个起势，第一个动作啊，复习一下啊。好，起，向前平移，脚后跟向外迈，起，落，不屈腿啊，不屈腿，按在胯旁，手指了微微的向内。紧接着呢，我们学习了揽雀尾，揽雀尾有横捋挤按，好走，好下沉上横，转身抱上步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左膨啊，这是一个左膨，
大家能不能看清楚？这是一个左棚啊，上步的时候看，一定要转身上步，这样转身上步了，这个脚了，在这个脚的后面扣脚以后了，拉回来，这个脚尖在这个脚心的地方。你如果不转身上步的话，你就有可能上在这儿，啊，上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到这儿以后，抱，转身上步，哎，转身，盆靠下踩，啊，这是一个左盆。起，我们又再上一个右盆，踩在这儿。好，这是右盆，摆手，这是一个捋，打手，挤，好，回来，按，就在这儿以后看，看我向前看，按，就像非常舒展，向前按，不要犹豫任何动作。按下来，向前按，腕儿与肩同高，两手是一个头的距离，虎口打开，啊，嗯，好，下面呢还有十几分钟，大家看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来互相讨论一下啊，这是一个要说的。再要说的一个呢，就是那个啥了，我把视频呢发在群里面，大家呢看着我的视频，跟着练每一个动作，每天最少练上10到20遍啊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的话，你就记不住啊，记不住。有什么问题在这里也可以提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在咱们那个杨氏那个群里面呢，你可以把你的意见放进去，回着了。你把你的这个动作呢做上一个视频啊，设上一段视频啊，在4分钟左右都可以，然后发在群里面啊，我可以看视频啊，看有什么地方做好了，什么地方没有做好。好，下面呢开始大家提意见了，还是领导讲话。听不见。好的，下面看看大家谁有什么这个建议啊，或者有什么问题啊，都可以举手提问啊。李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转身的时候，本来如果你向南的话，转身的时候是不是转到正东呢？就是说到捧的时候，是不是变成正东的捧啊，还是正南的捧？这个捧是正。你的事情能不能切换上来？切换上来以后，你做一下让我看。哈，你是比如说你说这个哈，你说这个开步的时候哈，你这个是捧成这个向东，本来是正南的对吧？你捧了以后变成是这个向东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捧是向南的呢？我现在就是问一下这个角度，就是这个捧是不是？就这个捧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捧方向没变啊，就是我往捧的时候看，你看。看这个手，看这个手是从这样慢慢慢慢横起来，方向没有变啊，然后转身后摆脚，你是转成正东步，转的哎，这个时候是45度啊，右转45度抱，然后再转身正方向上步，啊，转身扣脚成了这个方向。正前方，成了这个正前方，懂了没有？还是有点糊涂，就说是你啊，是这样，你背面吧，背面来检测什么行？你背面来做一下，把什么背面？哎，对，这是45度哈。嗯，就是正面了，现在又转的正面，然后又是哦，看懂了没？这个是45度吗？这个地方还是这个不是90度了，已经到了这个方向了，是90度了啊。OK， 看屈腿正方向，
白脚转身，转四十五度，大概四十五度收腿，转身上步啊、哦，然后再转身扣脚，这个方向就到了这个正前方来啊、哦，既不是，哎，这也不是的，是这个正方向啊、哦。你那个下去以后，在群里面看我发的那个视频啊、哦。我和队员是一直打的那个视频，你一看就整个方向就能看懂。OK，嗯，是好，谢谢。这个也是这个转了一个90度的方向，是吧？嗯，但是我看不到你，但是我看不到你呀。OK，这样哈，你现在是嗯。转的是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就转回来。然后就是这个90度的方向，这样是吗？我现在要找你，看你在哪里。我现在就是有点那个方向，这个转。好，现在我看到你了，但是我可以看到你的是半身，你可以把你的视频放的都能看到你吗？我现在那个地方比较小，船身的话不行，只能半身。我们家地方小。嗯，好，这样你坐一下，叫我看。好，是这样哈，这个，然后呢就是捧，45度，是这样，嗯，对吧？然后呢就是捧成是转，一拉开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动方，这动方向了，就是转了一个90度了。啊，你掉了一个动作，你这里你丢掉了一个动作，看丢掉了什么动作了？丢掉了这个，啊，横转，收腿抱，转身上步，再转身。然后，啊、哦，掉了一点，你丢掉了一个动作，所以看这个捧啊、哦，看我的臂，看，横靠，不能这样勾啊、哦，不能这样盯上来看，横靠，哎，感觉到我这儿有个，看看不能顶啊，小曹，你的这个看，哎，不能这样，这个肘不能盯出来，手是这样平的，看到了没有？看，走。是这样的，看我的手是这样，出来以后手的方向是在前面，肘，你的肘定出来了，哎，你是这样，不能这样，要这样，平放上来。放上来，所以说在这段这个讲课还是有点那个，我把视频发在群里面，你到看那个看我的视频，你就方向呀什么呀都可以看懂好啊，的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谢啊，有一谢，定的难度。我到时候再嗯，观察一下，谢谢。对，下一节课有问题，你回着了，你录一个视频发在咱们群里面，我就可以看到问题在什么地方了，对不对啊？我看看吧，我还没嗯，试过录像呢，我到时候我再来讲，嗯，录还一下。有其他学友看有什么问题？哈哈哈，有。在练啊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嗯，来，再看我做一遍啊，大家认真看一遍啊，按在这儿，屈腿上横，转身摆脚翻手，收腿抱，转身上步，看我的腕。高于这个周，不能这样翘起来啊！看，都是这样圆的弧形的啊。好，转身，横靠，看这个手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向前啊。对，不要把这个肘顶出来，这个手就很顺的向前啊。刚开始有点难哦，这个动作不是说这样教，现场教哦，现场给大家教的时候，这个动作也是很难的哦，大家一下领悟不到这个问题啊，看，捧，哎，慢慢捧，走，抱，上步，转身上，
扣，看我的这个手，看，走，横，哎，重心向这儿走，先把这个写搞懂，或者我再从这儿做一下，看啊，看，横，看，走到45度，到。转身上步，好，转身横靠，好，对，哪个前一轮还有问题？下一节我们复习啊，在一个上课之前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热身活动就做好，做好。以后一可以，李老师的又有问题了。这就可以练，多余练可能有什么想说？看你们。魏老师有什么可说的？吕教授，听懂了没有？以后呢，喊大家有什么问题举手。如果举手功能不会用，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那个参与者点参与者，然后参与者后边呢，你的名字后边你点一下，你里边都出现举手，你就点举手就行了。这样就把你的视频给打开了啊，就这样操作。要是不会了，下次呢，开课上课之前呀，就是早就来早点上来，就是给大家讲讲怎么用。而且这个老师这个讲了以后呢，有什么问题，我想着每个人不说每个人嘛，应该是都会有一些问题的，有问题就给老师提。一个是刚刚老师说，在这个当面面对面交流是最好。如果说是这个在微信群里讲也行，在这边留言也行，是这样。